我啲都係你走到嗰度去，呢度自己問，一食咗飯黑就出發啦。你日頭唔走得，一走咧過路個目標，突然間黑啦，就根本就連動啦。連動有要有人在咧接待你嘛，有我啲人嘛。咁連動自己問咧，聽日至多自己20000，你要換個地方，冇固定嘅。咁連動做埋話，要到屯門啊，要到大埔啊嗰啲。到處都有我啲人喺嗰度。當時呢度幾個月唔夠一年都冇，後來一個一年嘅發兩次衣服，係由嗰啲啊啲老百姓啊穿嗰啲普通嘅衫噶啦。一般咧，如果係突然有病啊，嗰陣時冇醫院嘅，都係中醫啊嗰啲啊，一病唔嚴重啊。我啲啊感冒啊，點樣先？你攞點錢去睇下醫生，攞啲藥食。一個打傷嗰啲上邊咧，就運到咗啊醫院。醫院一般咧，我知道咧，就大棚有個叫做牛骨龍嗰名稱，山頂啊有醫院。我也睇過一次，哎呀，嗰啲同事打傷咗嗰啲喺度，開刀啊，